合作到现在，你觉得最沙雕的艺人是谁？王长城，他不是沙雕，他就是人比较天然，就是像那种被保护很好的迪士尼公主的感觉。他每天就是活在自己的纯洁的世界里面，会唱一些就是那种迪士尼的歌曲，然后《New World》这种。童姐，你一定要去看一下《冰雪奇缘》，可好看了，《冰雪奇缘二》，结果到现在我也没去看啊，对不起。